大家好，今日又做殺師兒啦，歡迎咁多位。今日咧係我哋嘅香港南區藝海曲藝會嘅月韻飄揚眾相親，咁我哋有十隻靚嘅粵曲咧，係會一陣間陸續唱俾大家聽嘅。咁我應該係開始介紹第一隻啦，係嘛？第一隻係新曲嚟嘅，嗱，不過最近都好 hit 噶啦，《梨花傳之風雪情》。咁係睇下風塵女子咧，啊，都原來好有温情噶噃，啊，咁呢位鄭王呢位主角咧，做乞衣咁淒涼啦，但係係可以後來得到呢位梨花啊嘅眷顧嘅。咁啊，女評係出唱鄭王咧，係郭少芬女士。而李蛙咧就係蔡燕青女士，有請兩位。
Thank you.
莫鍾情有，但發覺得心悲傷。天天春情未雨，叫阴阳。
Woo!